喂，喂，妈，问题是我现在新庄这边在出阵头没？啊？有啦有啦，肯定有啊。在哪了？就好，我真的被黄俊打败，我会骗你啊！哦。来，拿先看到姐。对吗？对啊，我说我先拿三万给你，先去把他带回来。你懂意思吗？哎，马姐，让下台姐。